你看到吗？现在不要睡觉，他就等我们一句 Let's go。 很坏的这个人。 Let's go。 你很欢迎。很紧张耶。怎么紧张了？心在跳，心在跳，停不跳，死掉，很像小孩子这样。哇咕哇咕。第二天要去旅行，哇，不能睡觉。然后这个呢是睡太多了，我跟他讲你要睡觉先睡几天啊，然后我们才可以去，结果他今天一整天都在睡觉。他睡了一个月了啊。他等了一个月了，他应该是不能睡啊，半夜我们睡的时候他应该是一直在那边蹬，起来哟起来哟，哥哥哟哥哥哟，可是他没有想到哦，我们去的时候他就睡了。对，因为在车的那个过程路程会很久，希望不会像上次这样六个小时啊，不是三年了，你再躺两天吧，我床就被踩掉了，又回去那种睡地上的日子。我要跟我最好的家人出去玩。嘿，你歪头啊，宝贝。早上的天空，哇，那个云很美耶。啊啊，在哪里？你看那个云很美耶，云，哈哈，老鹰，哇，后面满满呢，转个头的功夫，还已经自己走出来了。来，过来，看，过来，妈咪抓你，抓你，看，自己上车，自己上车，一二三 ，OK， one two three， 一二三，呀，慢的慢的慢的，一二三。没有出到力。OK， 可以了，拜拜。哇，我这里没有喂了，你看爸爸。哇，爸爸你很爽耶。好像上云顶耶。对，我把水冰机这样子泡得喝，因为这个豆。活动一下，那个活动什么，这个叫活动什么，活动筋骨，不要理我啊，老人家，我要跟他换位啊，到我家车。我们来到了休息站，好多萝莉啊，真的是都是萝莉休息的地方，我们走错路了，走到萝莉休息的地方。原本是想要走去车，哎呀，我不懂要讲什么，好贵的摩吉波吧，99卖3.3块。哇，我们终于来了。定城标志性的地方，定城大桥。哇，还在装修啊，做更高的。然后旁边是海，另外一边是蔚蓝。好废。好，我们已经到了，我们要到了目的地，所以呢，我们现在要做什么？我们要去带爸爸玩，第一个地点就是带他去玩先。然后我们的车呢是放在那个新世界的 Bucky 那边。哎，我怕如果你们要来的话，你们不知道车可以放哪里，所以先跟你们讲。哎，我找很久。我觉得这里是整个 preference， 就是我们 Bucky 的地方可以直接来，你不懂啊？我觉得吧，因为我看人家来的地方是那个方向过来。好 ，OK。他会有吗？他会有，会有，会有。他会自己去弄的，还是人家弄？会自己去弄。哦 ，OK。因为这是公的，所以他会比较主动一点。哎呦，有没有保障啊？就是如果他咬我们的狗，这样。好，因为这个样子。Hello。来看看它的 menu， 这里是
一个人一定要点一样，水也是算一样。这里可以直接越过楼下上去看 Husky， 但是要15块。它的 Elsa 是 coconut 水。Elsa， 我看到这名字我就想叫。老板给钱。哇，我都终于坐下来了。哦，我就奇怪为什么我的那个牵的绳子有点松，结果让他坐下来了。哎，刚刚讲了，坐不到3秒了呗。怕大家不懂厕所在哪里，它就在这一个舞台的后面。这里有一只好像是叫什么浣熊，但是好像睡觉。梦影战场，嗯，梦影战场，梦影战场。拜拜，谢谢。很新鲜啊，外面都是这样。湖上有很多只哎，只是我们自己家的狗就不能上去。他们看到宝宝起兴奋，他踩都不踩人家。现在中墙上厕所，然后我就跟宝宝两个在走了。宝宝走了，你要去哪里？带有味道的纸就是好，可以吹尿。吹尿，吹尿，来看一下他的尿。我们带一整罐汽水来。已经不冷了，我忘记带我的眉笔刷，结果现在我只能画，然后没有了刷，还好了吗？没有的刷，我觉得很奇怪啊，他没有刷均匀，他拿这个东西来刷，没有办法，你以为我没有看到？只有他一个好像比较像刷子，所以我就拿他来刷。我来灵魂考验一下你啊，周末你会想要去哪一间店？因为我之前看人家影片哦，很多很多狗，它不是楼上吧，它是楼下很多狗。你牙齿掉菜，不要紧啦，大家自己人。一二三，哇，我很痛，啊，很痛，很痛，我给你放进去。啊，爸爸爸爸，很大风啊！快速降温，宝宝都放在前面，然后那个风全部对着它。哇，你看我的猫，哇！这里的车牌全部都是 P 开头，所以这里就是住在这里的冰城人会来吃的地方，超级多人的，而且很多 Foodpanda。确定不是小蝙蝠？我看到是粉色的哦，我觉得应该都是有各种各样的啦。我看到这里哦，有女 driver 哎，而且还是华人哎。啊，对，其实我们那边有，只是我们很少遇到。你看，我们完全是贴着哎，好像那种很累哦，然后要看风景，然后就瘫在那边这样。后面再等了。OK， 现在有一个重大任务交给我，就是我要自己去买那个豆花来吃。我一直不知道我要走哪里，所以我一直左看看右看看，然后，哎，这里，
哦，我绕过去看，我以为你要卖掉我。哦，原来是我电话没有开通知。真的吗？什么是真的？ Nothing Great House 有什么谬吗？等一下，要怎样开？喊一下 Hello， 这是后面的是吗？哦，这个才是啊，这个要叮咚一下。你到底会不会的？我又不是第来很多次了。还有了变化啊？没有了。嗯，进房间了。哇，好大个洞，肉眼看到很大个洞。嗯，只是将手遮罢了，不是？嗯，桌子上所有东西是 complimentary 的，那个case 的话也是，我包的，然后这些 coffee machine 这些都是 complimentary， 我们每天都会review 咯。那个水的话，我们每天帮你装满是可以喝的，然后你也可以加进去 coffee machine。然后电视机的话，我们现在我要自己关，我东西要放你先，看这些呢，我来一个正式的。